诸位同修大德，请坐下。今天我们这一个讲题啊，是专门为台中江一慈老师他所做的一幅地狱变相图，也称之为摄王图，在日本京都展览。这幅画不敢说最后啊，但确实是空前的。原画今天在此地展出，高66公分，长是60米，确实是一幅很伟大的创作。江老师要我在展览会上为大家做一个说明，说明已经用文字制作出来了我想跟这个图画了，文字配合图画来说明，那就足够了。那么我需要跟诸位介绍的这一幅画，它的教育意义在哪里？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民国初年，中国净土宗第13代的祖师印光大法师，他老人家几乎是以毕生的精力来弘扬因果教育。我是在1977年第一次应圣怀法师谢道莲居士的邀请，到香港来讲楞严经那一年我们在九龙中华佛教图书馆讲了2个月这2个月呢由广东话的翻译，后面2个月是在香港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也讲了2个月，大家已经听成习惯了所以翻译就不需要了，这样对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我在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印祖弘化社出版的经论善书弘化社我对他相当熟悉我也请了不少参考的资料，但是没有图书馆收藏的这么完备我几乎都看了因为弘化社的本子可以说是近代这个出版的善本书，就善本的标准就是它错字很少，这个所排的版面呢很美观，让人看到能够赏心悦目很难得的好本子我看书有个习惯，
先看看后面的版权页啊，这一看呢让我感觉到非常惊讶啊，印祖啊将安史全书感应篇汇编，安史全书这三种书印的数量我是概略的算了一算，这三本书总的数量超过300万册，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我起初看了也是大惑不解我们净土宗一代祖师了凡四训不是 佛门的不是佛经算是儒家的东西感应篇跟胤祉文道教的安史全书另外有两篇万善仙姿遇海回匡，这两篇是专门讲戒杀戒淫，幕后一篇呢西归之职劝人念佛修身净土，印这么多我想了好几天呢，终于体会到祖师用心良苦要挽救先前这个社会那么到我们现在这距离77年呢有20年了那么在这么久的时间到今天的社会了，那我们就体会的非常明显了真正知道用佛法来救世间，用儒来救世间，来不及了汤恩比波斯在日本跟池田大佐的谈话也是在70年代那么他说能够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当时他说这个话大家也感觉到很惊讶可是这20年之后看看现前的社会呢真的可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呢印光大师比他还要高明，大乘佛法跟儒家确实能解决问题那些东西很高深你要想修学至少得10年，10年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谁都不敢说了，所以印祖特别提倡因果，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如果人不懂佛没关系，不懂儒也没关系，甚至于不信宗教也没关系，你真正能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跟事实真相就好为什么呢？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了，你自然会收敛这样就能够救自己救你一家，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于是我们才真正体会到祖师的苦心事出世间一切的道理总不出心性，一切事相呢总不出因果，所以心性跟因果
就能够概括事出世间一切法了。这些年来啊，我是从1977年这个离开台湾呢，在国外开始弘法啊，第一站是香港啊，这么多年来走了许多国家地区啊，我也喜欢啊给人一般人闲聊啊，各个阶层的人物都有啊，这各行各业啊，这中国人外国人接触的很多啊。啊，我问他想不想发财啊？想，没有一个不想发财的。想不想有聪明智慧啊？想。想不想健康长寿啊？想。这三桩事情，尽管我们国籍不相同，族群不相同，信仰不相同，这三个需求是共同的，没有一个人不在需求啊，不想啊。啊，那怎样才能够得到呢？于是就种种的方法手段啊，总而言之，同而言之啊，都不除损人利己。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择一切手段呐！啊，这个错了，理跟心性相违背了，事跟因果相违背了，能不能求得到呢？求不到。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叫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听得很欢喜啊，我就要请老师把这个道理方法传授给我啊。那么这个道理方法无论哪个人讲，深讲、浅讲、长讲、短讲，就像云谷禅师、中峰禅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的一样啊。所以《了凡四训》这本书啊，就是讲因果的理论与事实真相。啊，不过我们亲耳听老师的教诲，印象就特别深刻啊！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佛事门中，你要体会到里面的意思啊！如果你要是错会了意思，哦，到佛事门中大概是寺庙里面，到寺庙里面去求。未必有求必应啊！那寺庙是不是佛事门中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真正的佛事门中，那佛是什么意思？你要懂得。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智，是觉。啊，佛法讲一切法了，都讲体、相、用。体是智慧，真实的智慧；用啊，是觉而不迷。啊，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明了什么叫佛事门中呢？
智慧觉悟门中，有求必应，那真的就是完全明了了。这里就没有迷信啊！啊，智慧呀、啊，与心性相应；觉悟啊，与因果相应。你看看妙不妙呢？啊，这是我们把理论的依据找到了，所以佛事门中是智觉之中。啊，这个要知道，这是真正的佛事门中。啊，那个寺院庵堂啊，那是形象啊。啊，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了，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象。但是我这都跟他学来的啊，啊，所以实质也是实质的佛事门中是智觉，啊，就是佛陀爷这个名词里面的真正的含义。啊，那么《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句话说得好啊，华严经上出现品里都说的 啊，释迦牟尼佛说的 啊，一切众生这个范围就太大太大了啊，我们不讲那么大的范围，我们只讲人道。那大家好懂吗？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啊，生在这个地球上，啊，现在这个世界上统计的，我们地球的人口大概将近70亿，啊，我们就单单论人道，啊，我们把众生范围缩得这么小，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众生是讲九法界，如果把佛法界算上去，那讲十法界。啊，十法界的我们讲这个一法界人法界，你看看借由如来智慧什么叫如来，金刚经上说得好，如来者诸法如意，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啊，一个小时讲不完了 啊，我只能这样提一提啊，我们有《金刚经》讲记，诸位有兴趣可以听听。啊，这一部《金刚经》，我总共讲了248个小时。啊，这一句大概也讲了好几个小时。啊，这不迷信啊！啊，如是真如。是理呀、啊，来是讲现象，讲作用啊。如果我们从体相用来讲，如是讲的理体，来是讲的相跟作用。啊，那么一般讲呢，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了性的人。都可以称他做如来，如来是佛十号之一啊，这个十号是德号啊，本来有的啊，只要你坚信啊，这个名号就可以加给你啊，这是十号里头第一个如来啊。那么说如来，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自己的根性，你自己的真心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啊，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丝毫差别啊。佛有多大的智慧你也有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
啊，这是诸位都知道的。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啊，后人把他所讲的记录下来，成为经典。啊，现在在中国流通的大藏经。啊，那个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究竟说多少呢？我们没有法子知道啊，因为经典流传到中国来是一部分，不是全部。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啊，而且那个时候的经典都是手写的啊，又没有纸张啊，所以称贝叶经啊，写在贝多罗树叶上，很笨重啊，啊，极其不方便这种交通状况之下，啊，所以印度法师到中国来，中国法师到印度去取经，精挑细选，啊，选择好的，啊，适合于我们东方人生活需求的带回来。其次，再其次，啊，那就没有法子。不能不放弃了啊！所以我们晓得世尊一生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相信呢，我这个理想当中啊，至少啊是我们现在大藏经的10倍。我这个想法应该不会过分啊。我们今天所得到他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1/10而已。啊，但是现在我们的藏经就非常可观了啊，你看那个智慧多大啊，这个我们人人都有啊，但是现在佛讲的东西我们自己看不懂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智慧被一个东西盖覆住了啊，智慧并没有失掉，盖住了，盖住是智慧不能现前。那这到底什么东西呢？佛给我们讲烦恼。啊，佛讲了三种：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种东西盖住了。啊，虽然有究竟圆满的智慧。不能现前的啊！不但呢，你有智慧，而且你有能力，多才多艺啊，万德万能呢、啊。这个能力是本有的，绝不是学来的啊！而且还有福报，福报呢，就是经常讲的相好，相好是福报啊，福报也是圆满的。你看你所求的。这个寿命在福报里头，啊，你看我们想聪明智慧，啊，想多才多艺，啊，无所不能，想无量无边的福报。佛说，你自己真心本性里头通通具足，所以佛诸佛菩萨不敢轻慢一个众生。啊，为什么？他知道。这个众生跟我一样，我有多大智慧他不比我少，我有多大的才干我不比他多啊，我们福报通通是平等平等，只不过呢我现在是得其用，他虽有不得其用啊，这个不得其用就是这种障碍。华严经上讲的，他没有讲这个烦恼啊，他没有讲这个，他不是用这个无明尘沙见思，他没有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在大小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而华严经上讲的是妄想执着，这好懂啊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啊，妄想就是无明烦恼
执着就是见思烦恼，这当中还有一个他省略了，说一头说个一，当中有一个当然包括在其中，这个当中是分别啊，分别是尘沙烦恼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我们因为有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你自己本来具足的智慧不能现前，你的德能不能现前，你的福报不能现前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舍弃了，如来的智慧德相啊，通通现前了，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啊。理呀、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啊！啊，可是你得清，你明了啊，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你现在享受的福报是修来的，不是称心的，这自信的，自信我们是平等的，修来就不平等了。六道里面众生的福报通通是修来的，不是自信里头的啊。这个四圣法界里面的福报呢，哎，一面是自信透出来的，一面是修来的啊。自信透出来的不圆满，三界是这么形成的总的要晓得啊，这个三界的范围大，不是讲六道里面的三界啊。妄想分别执着这三个都有，你在哪里生活呢？六道啊，这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呢。佛告诉我们，如果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执着放下了，还有分别，执着放下了，不错了，六道没有了。就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讲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这个大千就是六道，你就超越六道了啊！只要没有执着就超越六道了，可见的执着害人呐、啊，害得我们生生世世搞生死轮回，你还要执着吗？所以你真正觉悟了，你会把执着放下，我与世出世间法一切都不执着了啊！不执着心就清净了。人我是非是执着，名闻利养是执着，贪嗔痴慢是执着啊。这个东西没有了，心地清净，超越六道轮回啊。虽超越，但是你还有分别，分别的烦恼比执着轻，所以分别的时候没有舍弃掉的时候，你在四圣法界啊，这学佛的人同学知道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如果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分别那个念头也断掉了，这得清净心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十法界你到哪里去了？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诸佛的报土都是一真法界，这十宝庄严土啊，那个
个徒弟到那边去的时候，那还是有等级。那等级从哪里来的呢？等级就是你的妄想有轻重的差别。啊，妄想是什么呢？我们在一般讲经道场里头常讲的起心动念，啊，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还会起心动念，啊，所以起心动念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高了，很高了。那么这个在禅宗里面讲，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明心见性呢，见性成佛，就称他为佛了。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如来，你们看看姜维农居士的注解，那个诸佛就是讲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个41位呀，就是大乘经上说的这个无名等级啊，分为41等啊，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啊，无名分分破，化身分分正，啊，是这个意思啊。好像念一个学校一样，这个学校从1年级到41年级，41年级念完了，毕业了，那就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啊，我们把这些道理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佛家说参透了啊，那我们就要重视今天我们这三种烦恼都有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有啊，统统有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智慧德相不能现前啊。那现在我们所享受的呢，像是修得的，修得就不就离不开因果了，所以说种善因得善果啊。那你要是造恶因呢，你就有恶报啊。这是四之一，你不能不清楚啊。啊，了凡四训讲得好。啊，了凡先生啊，他很难得，10几岁少年的时候遇到一个算命算得很好的啊，孔先生啊，给他算命，说他是四徒中人啊，所谓四徒啊，就是啊，他应当去读书。古时候读书，他的出路就是去做官啊，参加国家的考试啊，所以功名啊啊，所以孔先生说：“你怎么不读书呢？”啊，廖凡先生就把他的母亲跟他讲的话啊，他父亲过世了，父亲过世的时候就跟他母亲讲，这个小孩啊，最好将来啊叫他学医啊，学医啊啊可以救人，可以啊养活自己啊，这是他父亲给他希望他能这样做啊，所以他就学医啊，学医常常要到野外去认识药草，怎么样去采药啊，所以在采药这个路上啊，遇到这个孔先生，孔先生给他看他的相，跟他算他的命的时候，他你是应该读书
啊，参加考试啊。那么看他对于这个孔先生呢，非常敬仰啊，看到这个人不是凡人啊，飘飘欲仙呢啊，所以把他带回家啊，跟他母亲见面，他母亲也很有礼貌的招待啊孔先生啊，就请孔先生把这个了凡的流年八字流年拍出来。哦，拍出来之后就说得很详细了，你某年参加考试能得中第几名啊，某年第几名，一直算到他53岁，寿命只有53岁，可惜命里头没有儿子啊。53岁的这个是他可以做到一个四川一个小县份的知县啊。到53岁这一年呢，你就赶快辞职回家，那寿命到了啊。他听了之后这就去读书啊，正好他有个表亲家里面开私塾，他就去念书了啊。那么参加考试啊，果然不错，每一年参加考试那个考试第几名呢，跟孔先生算的完全相同。于是他就知道了，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命注定，所谓是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啊！所以他心定了，什么需求都没有了。现在人家竞争呢，努力竞争，他统统放弃了。命里注定，你怎么样争也争不来。那到时候他自然有了。这样子，差不多过了20年。所以我称他做标准凡夫。为什么呢？20年这个命运丝毫没有改变，就是不增不减。为什么呢？他不修善也不作恶啊，人这一生呢照着命运过日子。啊，那么这一年啊，他到这个栖霞山啊，南京的栖霞山去访问云谷禅师啊，这是当时一代的高僧啊，去看看这位老和尚啊，老和尚参禅在禅堂里面啊，了凡先生去拜访的时候他不说话，丢了一个蒲团给他，叫他在旁边坐。老和尚有功夫啊，坐了3天3夜，了凡先生也坐了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老和尚觉得很惊讶啊，3天3夜不起心动念，这不是一般人做到的。就问他，你的功夫不错啊，你怎么修的啊？了凡先生讲老实话，我的命运被孔先生算定了，我就是起心动念打妄想也没用处，算了，不起心不动念。云谷禅师就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你是功夫了，原来你还是个凡夫。那了凡先生被他这一说的时候，他就问他，为什么我是凡夫？云谷禅师才告诉他，命运有没有？有，但是命运不是定数啊，命运可以说呢是个常数。主要懂得这个道理，它不是定数，但是常数里头有变数啊。你一个善念，一个善的行为，你这个命运就增加一点。你起个恶念，造一个坏事，就减少一点。无论是智慧、德能、相好，啊，天天有加减乘除啊。这个加减乘除啊，是变数啊。
他说你二十年被人家算定了，没有增加也没有进，你不是凡夫谁凡夫啊？啊，所以这个里头就讲因果了。啊，你有善念，有善行，利众生，利自己，你的智慧会增长，你的能力福报也会增长。啊，在你这个常数里会增长啊。如果你是恶念、邪行，那就会减少。啊，比如说财富吧，那哪个人不是求财富吗？你命里头有亿万财富，这个亿万财富不是称性的，称性是无量无边的。啊，这是什么？你过去生生世世修善累积下来的善因呢？啊，怎么修的呢？唯有佛经讲得清楚。啊，佛经教导我们，所以叫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了。那老师教我怎么求法呢？你要求财，啊，我不想求发财，不想求很多财，只希望自己生活物质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还是要修啊。啊，怎么修？修财布施。是不是没有钱呢？怎么财布施呢？老师讲了，一块钱有没有？一毛钱有没有？哎，这个行，一块一毛这个可以有，有就不是啊。哦，这样也行，我们这才明白了。啊，这修什么布施呢？因为那个时候接触佛法了嘛，也常常到庙里面去啊，庙里头有很多人印经，在那拿着本子，哎，你出几个钱吧，我们出一块。出两块，极易成求啊，让这些经典善书能够出版。这个里面，我们拿了钱才不是。啊，我那个命里头没有财，慢慢就有财了，那财天天增长了。啊，没有聪明智慧。哎，法布施的聪明智慧，啊，印经论善书是法布施，那智慧慢慢就有了，那修智慧吧。啊，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无为布施呢，我就学做两桩事情，一个放生，一个布施医药。啊，布施医药也是那时候很苦，没有钱的。两三个月累积一点钱啊，二三十块钱不多啊，两三个月可以攒个二三十块钱给医院里面，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买医药费啊，做医药费啊，一个放生，一个不是医药啊，这个果报是健康长寿啊！啊，你要一生不间断，有多少力量你就做多少力量。啊，我们来做这个好事。我做了53年的，越做越欢喜。啊，果报呢？那你们能看出来啊？啊，我命里头没有福报。命里头没有寿命，啊，算命的算我的命，我不如了凡先生。了凡先生53岁啊，我算寿命只有45岁。啊，那么印光大师，诸位晓得，印光大师在年轻的时候，人家算命算他只有38岁。啊，他老人家活到80岁。一生苦修，成为一代祖师，修得的，不是命里头有的，这叫改造命运。啊，所以了凡先生得到这个云谷禅师
中峰禅师的教诲，依教奉行，他成功。啊，我年轻的时候，人家算我的命，我的命中是贫贱，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呀。啊，充其量是个做一个小公务员，啊，勉强能够维持个温饱。啊，寿命不长啊！我是非常相信啊，所以遇到佛法啊，遇到佛法是在讲呢，我第一部看的书，我跟诸位讲过很多次啊，朱金洲老居士送我一本《了凡四训》，我得到这部书之后，大概在两个星期当中，我看了将近30遍，深信不疑。啊，真心忏悔呀，改过自新啊！袁了凡年轻时候的毛病，我通通具足，我都有；他的长处我还没有。啊，远远的不如他了，我这一生怎么办？啊，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自己彻底改过自新。啊，我不怕别人讥笑，啊，这里头有我的同事、长官、同学、朋友，我行我素，我依照这个经典教训呢，我去做。啊，依照老师教诲去做。啊，我这一生能有一点成就，就是一生呢做一个好学生。不但老师教导我的，我直下承担啊，完全接受啊！啊，我这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啊，亲近一个善知识啊，十几二十年一无所成啊，什么原因呢？老师的教诲你没有接受啊，老师在教训人的时候，哎，这个不关我的事情，不是说我是说他。啊，是说他，啊，与我不相干，什么都没学到。我跟大家不一样啊，我跟李老师10年，啊，李老师几乎天天教训人呐、啊。我们有时候在场啊，我就听了句句话是教我的，我全盘接受。啊，离开老师，你看看我读经，我几乎每天。啊，没有事不读经，而且时间都很长。读经，经典里面佛菩萨所讲的，通通是教我一个人的。我能学到东西。啊，那么这些年来，我跟许许多多宗教接触，我读圣经，耶稣、摩西是教我的。经典里面所讲是教我的，我绝对不是说哦，这是教基督徒的，不是教我的。耶稣是我的老师，摩西是我的老师，我读古兰经，古兰经里面句句也是教我的。广学多闻呐、啊，成就自己的智慧，成就自己的正能啊！你不能说哦，穆罕默德是教回教徒的，那你什么都得不到。啊，你心里头啊，分别执着天天在增长，你不能化解。啊，我什么都是教我的，我这个妄想没办法断了，分别执着真的是一年比一年淡薄。啊，为什么呢？我学，通通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善知识。啊，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那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你比如你讲发财，前面也曾说过了，你命里头有1亿的财富，这假设吧，有这么大的财富，啊，如果你的心善，行为善，
啊，绝对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而能够做是牺牲奉献。你这个在这一生当中，你得的财富不止这一个亿，可能会有两个亿。那为什么呢？增长了，你的心行太善了。啊，命里都有，这一生又拼命的修。啊，修布施。啊，做这个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你肯做这些东西，利益众生，利益社会，你的财富从你的基础上往上增长啊。哎，这就是种善因得善果啊！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钱怎么赚来的？钱是要欺骗别人才能赚到。啊，念念当中做的是损人利己。啊，你能不能发财呢？也能发，大概只发到3000万、5000万。啊，一个亿呀、啊。亏折了一半啊，亏折掉2/3 啊，那是什么呢？你不善的业造成减，所以加减乘除啊，是你命里面的财富太多了，造作许多恶业还有剩下来的啊，就亏损之后还有剩下来的啊，剩下来的数字还相当可观，就是这么个道理。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了，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亦复如是。啊，因果的道理要懂，因果的事实都在眼前呢。只要你仔细观察，啊，你看看这些芸芸众生，你看他想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如果与心性智理相应，它决定增长。啊，在他命运那一个基础里头啊，增长啊，就像生利息一样啊。他如果想法、说法、做法是错误的，是害人的，只知道自私自利，啊，不顾别人死活，那么他所得来的。是大幅度的亏折，亏折之后剩余的没多少啊！啊，这个事情只要你细心去观察，就在眼前。啊，你在这个世间，无论在哪、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区，你去观察，你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啊，我在此地给诸位现身说法。啊，我是这个是命里面没有福报，没有寿命。啊，有一点聪明智慧。啊，难得的呢，语言好，这一生遇到好老师指导。啊，自己是个好学生，能够依教奉行。把自己这一生的命运180度的转过来了。啊，没有财富，今天我用钱心想事成。啊，是没有钱，但是想做事需要多少钱，那他钱就来了。啊，不想做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都没有，想做事就来了。啊，聪明智慧。你们这些年看我讲经，啊，听我讲经，我讲经46年了，年年不一样啊！啊，我今年讲的跟去年这些录像带比较，你就知道了。智慧是天天在增长啊，健康长寿就更不用说了。啊，我的寿命只有45岁呀、啊，我今年78岁了。啊，身体健康，体力。这一次我到欧洲旅行，啊，我们同去的，年岁最大的也不过是60几岁，啊，是这个40几岁，他们的体力不如我。
我们有时差了。所以我这一生完全证实了老师告诉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你要懂得理论，要懂得方法，如理如法的去求，没有一样得不到的，连成佛做足都得到，何况这个世间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在佛法叫鸡毛蒜皮小事一桩啊，哪有求轻而易举得到啊，但是我们要求大的，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求提升自己的灵性啊，提升自己的德行智慧，这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时间到了，谢谢大家。